娱乐至上，小歪解说。好，那又到了今天的魔兽争霸三比赛的一个时间点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看到了是蓝色的人族银匪，啊，左边的话是红色的精灵，韩国精灵足球索卡，对吧？这名精灵应该说是韩国，就是当时他出来的时候呢，据说是当时木呢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啊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好像是木的徒弟那种感觉。对，那然后呢也是几次一直是跟着木，就比如说木在 NYM， 他也在 NYM， 他在木去 Waymond Fox 啊，他也去 Waymond Fox， 就是说他的话应该说也是跟木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吧。同时打法上来说的话，他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是甚至要超过木啊，他的一个女王，他女王用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女王，就他的一个 Warden 是用的魔三选手里面精灵选手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一个选手。对，这点是没有人去，很多人会去质疑或者说怎么样，就因为当时他当年有段时间精灵打人族特别强势，就包括他的一个就 Warden 打这个大法师就非常牛逼，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可能在以后的一些比赛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 Warden 的一个比赛。好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。当然到了后面啊，就是我是说那个时间段，就可能是某个点啊，某个点。到了后面一段时间，我们包括看到蛋种啊、木啊等那些精灵用的就更加的到位了。他因为一个精灵厉害不厉害？你说他摸了用的厉害，那也许就说明他 DH 用的不厉害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说呢？一个牛逼的一个选手，或者说最牛逼的一个，你要站在冠军的讲台上面，你可能需要的不单单是窝的，你可能是全方位要厉害。哪怕你的 KOG 用的好也是一个点，你反正不能有短板，这点很关键。好，双十二呢，对吧，已经是接近了，然后呢优惠券已经可以领取和使用了，像大家买零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使用优惠券，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实在的，对吧，直接省钱啊，比你怎么打折，你肉松饼打个八折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钱，算省个几毛钱还是给比领取10块20块比较合算。对，好，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到足球的练级呢不是特别顺利啊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拿到自己的这个，哎，拍掉一个怪吧，他没有拿到这个电盾，所以的话链接效率就非常低了。哎，又拍掉一个怪吧，哎，这点跟木也很像吗？难道这不太好吧。好，另外一边啊，英飞的选择是速练自己的一个矿点，但练死一个农民好像有点稍微窘迫吧，这个点位链级应该不应该死农民啊，这边出现失误了，理论上来说这个水人的伤害应该要扛起来，他刚刚水人可能被网住了，导致这水人伤害没有能够做好。啊，这边这个点位练完，现在勉强能到两级，但是这个很尴尬，前期拍了两个怪，这是一个蛮大的失误啊。小精灵还是过来看到这个情况，然后英粉这边肯定是要派多一个农民过来的，三个农民开矿有点慢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失误还是蛮大的，前期死掉了一个农民。一二三四啊，死掉了一个农民，还是有点稍微的囧。啊，大法师过来强买，买了一个，哎，被卡里面了，我操！这大法师也是表示有点稍微不机智。好，先练个四级怪，这个怪练完以后就走人，走人，兄弟们走人，撤退，升到了两级。哎，小精灵，哎，强行送一个小精灵，尴尬。好，足球呢也是一个两矿大法，直接放下了这边的一个生命之树，然后沃顿是两级。家里面现在阿本科技还没有提，打法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比如说双 BR 的一个阿本的女烈弩车，对，阿本的女烈弩车啊，不是说一本啊，反正这个打法呢，应该说也是非常的，有段时间非常流行的。沃顿这个英雄也是成为了一个无脑英雄的代名词，后来被削弱了嘛，对不对？沃顿最典型的一个削弱就在于他的一个 mana， 从65点蓝变成了75点蓝。沃顿的毒标在现在这个1.24版本里面是一个毒标只要65点蓝，啊，到了1.26里面现在只要75点蓝，是什么概念呢？多了10点蓝，就可能这10点蓝并不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会什么影响，但是你越到后面越发现，我靠，你少一个毒标，这个多一个毒标差别太大了。大法师现在三级，英飞这边也是先开矿后练级，反正有一个圣塔，哎，你怕不怕？沃顿其实可以考虑，哎，不过这个是一个两级沃顿，说实话啊，这就是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问题。这个时候正常应该是三级的大哥，为什么他现在是有两级呢？因为派掉怪了嘛，这就是派掉怪不好的地方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圣塔，不
鼠标，哎呦这个悲剧啊，波伦也是很郁闷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正常应该是到三的呀，对吧？英菲这边也是三级，然后你这边，这个就是一个涡轮很大的失误了。我说你前期拍了两个怪，你要是要现在也是到三级，我也没话说。你这个现在这种不干不尬，两还差50点经验，这一个福特曼还到不了两级，还到不了三级，一个福特曼到不了三，一个福特曼还到不了，还差一点，还差8点经验好像是，哎升了，升三了，好升三了。这黄皮应该是把水轮给虚散掉了，我猜测啊，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涡轮这边现在三级涡轮追杀这边的单位，这死了一个毒标，直接死掉。补一下防御塔，主基地分基地都是一根圣塔。哎，大法师发现了一个小精灵，哎，自爆。哎，我发现因为打了一个血牌，这东西对抗涡轮的。